气符相合，哎，非常好啊。那这个呢，双掌啊，两个掌大家看好啊，看好张华老师的这个大拇指有没有一个三角形。大家知道金字塔吗？它的能量很稳固，对不对？要往上汇聚是一个金字塔形，然后呢，十指相对，十个指头是相对